首先，第一件事情，用搜寻，然后打开 Excel。那这个 Excel 档案，我是不是要有一个，就是说资料的来源？我这个资料的来源呢，是来自一个资料夹，所以当然就选资料，然后新查询，从档案，从资料夹。然后接下来透过浏览的方式去找到刚刚我放置的位置是放在 B 碟，那你可能不是放在这个位置，你要自己去找。我先直接做 People One 里面从1997年开始一直到2013年的所有资料，所以确定，确定。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记得要点合并并载入，合并并载入。事实上哦，这边这两个应该是一样的功能。好，我们就直接点合并并载入。有印象吗？这是上次我们介绍的内容。那因为这些档案的性质都一样，所以直接呈现在这边。那现在重点是，你看这里面有没有乱码？没有嘛，就是看到都是正确的，像什么零岁、男女，好，这样子的内容。所以我们呢就直接。这边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叫第一个档案。第一个档案就是1997，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讲最重要的那一个档案。然后点选确定。然后他说，那这个档案现在有一堆的档案，他要全部放到所谓指定的这个资料表，所以我们就直接点载入。就这样子，我们就静待它的完成，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去修改这个 People One 的内容在这里。好，那就麻烦请各位现在动手，先做一下这件事。